这边，我走这边了。你看那边，我看这边。有什么买的呢？这个多少钱一袋啊？这个5块钱。5块钱一袋。啊，5块钱一袋。这不能试吃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可以尝一下味道吗？我先吃一个试。对呀。掉了。还可以，挺好吃的。我等一下回来看吧。没事。好。这个多少钱一斤啊？全部都是15块一斤。我可以试着吃一个吗？可以。我拿一小点吧。拿一根就是了，没事，拿一根呗。我等一下回来看吧。随便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一只鸡多少钱啊？这个？25一只鸡，这么便宜吗？25一只鸡，那我们的四只鸡还卖不了哦。哦，五只鸡我只能卖125。我是要买啥来着？我是要买。咦，这个机器，我买什么呀？我需要买什么？先生告诉我，我忘了。姜多少钱啊？姜。5块。姜多少钱？姜。15块。蒜仁。10块。姜过来一斤，蒜仁过来一斤吧。12块钱。12。我洋葱呢？我洋葱不见了。我没拿洋葱。我觉得消费还是挺爽的。我回去拿。去拿我的洋葱。花了钱没拿。师傅，我的洋葱，我忘拿了，好尴尬呀！我觉得我这种人出去买东西肯定要吃亏的。